在由船老大直接打开舱盖，里面有鱼货，大约六公斤，是他们昨天晚上查获时所捕获的鱼货。那船老大现在拿起潜水衣两套，好，两套潜水衣，然后拿两组蛙鞋，两双蛙鞋。PC， 潜水用的 PC， 然后船老大现在拿的这个是电鱼钩，电鱼在用的电鱼钩子。来，袋子里面还没有什么，来打开看一下。袋子里面还有那个电鱼钩，那个那个，就是潜水用潜水衣，那就电池。船老大现在所拿的这个是提供电锅使用的电池。那空压机哪一台？船老大现在所拿的这个位置是空压机，提供空气。那空气管？现在比的这个是空气机，也是提供空气的。那船老大现在所拿的这个是呼吸管，也就是他们潜水用的空气管路。好，请出。昨日海巡署第十一巡防区发现马祖东临海域有可疑目标接近，立即指挥两艘巡防艇查处，在东引老鼠沙海域查获一艘大陆快艇涉嫌越界非法电鱼，并将船上涉案四人押返南竿福澳港调查。全案将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渔业法移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